如果我要摆一样东西是摆在一个分手迷你仓，我会将我以往用过的 call 机啦、手机啦、旧款的手机啦，会摆里边。即是对于我来讲啦 ，call 机曾经有很多我和我以往的女朋友的对话、留言啦，即系嗰啲系啦 ，call 318系啊，同机主讲啦，你唔系唔好啊，不过可能时间唔啱啦。咁然后佢嗰句说话，你收到嘅时候，你真系唔知 delete 佢好啊，但你又 keep 住佢算，但 keep 住佢算，你又唔知点算。但系嗰样嘢对于我嚟讲系好有回忆嘅纪念嘅价值，但系又唔想佢继续。carry 住，我最唔想我自己 carry 住呢樣嘢，可能會擺喺呢個迷你倉，成為咗過去，成為咗一個紀念。That's all。